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今天我们这里会非常热闹啊，因为即将我们这里会迎来一场水上表演，这个是政府就是安排到我们这边来的，就是顺便帮我们宣传一下我们的露营基地。我已经出不来了。先带你们过去看一下，那个位置在哪里啊？还有，你看这边停了好多车呀。我们这上面当然是最佳的观看位置了啊，就在这里，载员都可以看得到。先给客人把饮料拿过去。好期待他们晚上的表演。哎呀，不过他们晚上哪能表演，我们哪能看呢？别给他穿那个带荧光的衣服，晓得吧？哦，第一次见啊，特别期待。现在表演的船拖过来了，那船已经拖过来了，我们先下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，然后再上来看。他们正在做准备了，穿衣那个衣服。我以为他们好像把不要讲的船了。这边已经陆陆续续的来了好多人了。他们这里马上准备开始了啊！现在开始了。好冷啊！特别是研发出来的时候来看啊，嗯，很震撼。下次一定带你体验吧，好不好？好呀。这会儿客人他们到这边吃饭，然后把音乐也放起来了啊。我们今天的。